贵乳的东西呢，要嘛真的很贵，就是要很多珍贵的成分才可以去满足它的肌肤，要嘛很简单，就是只给皮肤它最需要的元素就好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想要帮他介绍一款产品呢，我刚刚说了嘛，脸跟身体都可以。我不相信，就是呢，在你一个非常状况、非常时期，或者是说呢，你真的没有那么多预算，然后你想要一瓶搞定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挑选。如果说脸跟身体都一定要用，第一个成分一定要够单纯。对，那个单纯是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，我就是单纯的补水，我给皮肤滋润度，我给皮肤舒缓，就这样就好了。OK， 那我今天拿了这个产品呢，其实我之前有介绍过一次，这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品牌，它在日本呢已经有60几年的历史。哎呦，而且你随时需要的时候就拿来擦。对，因为老师我现在也在找，因为我其实身体很干，我知道我其实用量很大，所以我现在就希望可以把身体乳液的价格不要。是，放心放心，现在是那个日本国民品牌，就是大家都一定要放在家里常备品，价格绝对不会高。好，那我把我要的量取出来，你看一只手，我是整只手，一下就用完了。我对啊，一只手还有那么多，两只用太多了，它很扎实，100克，你们自己用看看。两位老师也有，因为它有大小不同的。这个可以随身携带，小的你就随身携带，大的你就放家里。来来来，你们来用。太好了，没有味道，没味道最好。没什么，它就是一个淡淡的清香，但是几乎没有味道。我很喜欢没有味道的。然后这个呢，你就放心，你就大胆的把它推开，它其实滋润度很好，延展力很好。然后你就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它其实很不是老师，我要说一句实在话，其实它很滋润，你刚看多了，而且它的延展性，因为你多干，所以呢，你就是让它吸收，然后在你吸收的同时呢，你就是一直按摩。对，然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它成分多简单，它其实就三个很主要的成分。第一个，你们常听到植萃的维他命E，就是维生素。维他命E在冬天超好用。对，你知道我曾经皮肤干到啊，我要用那种吃的维他命E把它剪破。压下。对，就是因为觉得才够润。对，它这个植萃的呢，维他命E呢可以做什么？其实我们都说维他命E本来就是一个抗氧化的成分。对。而且维他命E也是皮肤就需要的，所以脸跟身体都可以。明白。很单纯。对。再来，有多干已经吸收，它真的很干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可能大家会比较不熟悉的，叫甘草酸二甲，这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它就是一个舒缓成分，它就可以帮你去平抚你肌肤的纹理。很多男生不保养啊，然后冬天的时候脚前面这边都会，裤子一脱掉都会白白的屑屑，对，睡眠会啦，真的吗？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最后的成分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呢，就是你擦了之后，它可以一直长时间，比如说你早上擦，一直维持到你晚上再擦，都可以有不错的滋润度。那主要就是最后的这一个成分，它可以做什么呢？大豆磷脂质。大豆的磷脂质，它是这个成分做什么呢？它可以帮你把擦的所有的护肤成分封存在皮肤里面。所以它有一点像锁水膜的概念，然后让你的皮肤一直维持一个很棒的一个滋润度。而且你看，不刺激。有一些呢，那种很润的乳霜啊，或者是黏黏，会黏黏的，或者你擦完会有屑。这个呢，完全不会，没有。你知道像刚刚佑南姐啊，像她就是常常就是干到手这边会裂掉啊，也可以，感觉上面就是有水分的感觉，好裂，对。而且所以老师这个你手超常伤的，裂掉会裂啊。所以妆店在他们自己的官网都买得到，台湾就可以，台湾就可以买得到，所以你就是你自己家里附近的药妆店都可以买得到，而且这是日本原装进口，他们现在就全部为了造福大家，让大家在抹的时候觉得马上就吸收了，对啊，对，而且你看，你们刚刚其实在一直聊天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帮慧茹做按摩，它延展力非常好，对，它延展性很好，不黏不黏不黏，好用好用，不会有声，对啊，不会有声，很多会有啊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哦，真的耶！而且你们觉得它有光泽，对对对对。然后你看它的手肘的地方又白了，关节哦，真的不一样，很明显，很明显。所以就是很明显，差很多。而且你这一瓶，你就算上脸也没有关系，可以擦脸，因为它的成分真的很单纯。收入我的口袋名单。收。
又干又冷的天气，一瓶成分单纯又给足肌肤滋润的产品，省时又方便，全身都要滑嫩 Q 弹才是真女神哦。